天使观还干嘛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就是觉得我很烂，就是这样。走心的？我没有走心啊。走心是对的，走心代表很在乎。在乎。我有在乎，但是我又不能很怪我自己，因为我第一次。对啊，这要怎么拿捏呢？这就是活在当下，看着办了。对、啊，所以你就是下一关更努力，这样，大家就会看到你的成长。对。对会帮团队拿分，它是一种联想。哎，菜真的好好吃。第一个提示，给当时马来西亚的工人吃的东西。第二个提示，有一些中药。第三个提示，有黑的，还有白的哦，两种。好，全写下来。肉骨茶，来，对，肉骨茶，我也是肉骨茶，两个，黑豆浆，可是肉骨茶是中药，好的，茶是那个Answer is yes， 对啦，肉骨茶为什么白的？ OK， 麻烦请白的蔬菜、胡椒粉啊，新加坡的对不对？新加坡的吧，肉骨茶是药材啊。这个答错实在太闷了啦！来 ，Cheers， 耶 ，Cheers， 哎，这么辣的，一根你还要过一根？哎，麻烦抽走，哎，那小心啊！刚不是说是吃的吗？来，对，好吃的，好，来了，题目来了，来，每天早晨，几乎都要用到它，但是要用电。第二个提示。进进出出。第三个提示，白白的东西流出来。好，来，先看凯莉的。一二三，吹风机。进进出出哦，好，来。但我想不到。电动牙刷。哦 ，and you？ 我也是电动牙刷。电动牙刷，哎，电动牙刷 ，and you？电动牙刷，电动牙刷。好，这两位慢慢站到墙壁，好吧？追回来。少了这两套。真的假的？哎，我给你换一下。正确答案，电动牙刷。我讲牙刷。对啊，哎，这电的真的是有上过诚意吧？早晨都会用得到，太明显。然后进进出出，进进你不用进进出出吗？对呀，它不最后不是牙膏了，慢慢出来吗？今天好像是我第一次答对。哇塞！是啊，对啊，哇，很浓郁。对，喝比较好。它有味道。里面有海鲜。海鲜，它是用炉子去做，这个炉子上面有一个洞。最后一个提示，柴鱼。美乃滋。哦，有答案，赶快写。很重分呢？啊？很重分呢？这梅汁太过分的啦！全都想不到。我刚吃那个跳跳糖，柴鱼美乃滋。OK 啦。好 ，OK。这个哇，这个全名叫什么？好，写那么你不用写论文。OK， 没有，来，看答案，一二三，你的。哦。章鱼烧，嘉健。不错哎，我是选了张鱼干，鱼干，好，鱼干啊，其他人一起亮答案，一二三，哦那，章鱼烧，章鱼小丸子，凤梨虾头，他的凤梨干有柴鱼，有柴鱼，对，你的凤梨就是有柴鱼，哎呀，我整个三次都写错哎，我还写清蒸鲈鱼，不是因为那个。清蒸鲈鱼那个煮的时候，那个锅子有洞啊。哦，就拍的时候。哦，对。OK， 来，可以收盘子。哇，好险哦！好险哦！好险哦！这牌都没有。这个哎，很险，可以开始吃了，先懂。要懂拍，好不好？这一排全答错啊！啊，有昆达，有沙哥，对的。哦，不是凤梨，那凤梨，好吃吧？刚刚的已经消化完了。跳跳什么东西？我
我也是。好，这一题，谢谢。哇，太厉害了！来了，来了，来，先来，来。怡宝特产，怡宝的特产，真的。第二个，有违常理，有违常理。它之所以成为怡宝的特产，就是因为它有违常理。第三个提示，冷热皆宜。我根本就已经答案讲出来嘛。对。好，凯莉，你的答案。榴莲，榴莲，榴莲。什么？你应该对了吧？白咖啡。OK， 对。收菜。为什么有违常理？你答案都是黑咖啡啊。对啊。咸。对，这是学问题耶，里面这个柠檬酒它有意思了啦，哇，这个啊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哎，柠檬酒很有意思，嗯，柠檬柠檬，真的是好好吃哦，嗯，温达每一餐都吃哎，对啊，我让他报仇，因为他上次有次在越南，他只吃一道，两道，真的一道，吃过，他今天从头到尾都一道，好几万年，好几万年形成，好几万年，有蝙蝠。危险完，我们曾经一起吃饭。Three, two, one， 好多，好多答案，哪个答案？这个，这个，镜头看，给镜头看，好，最后给镜头看。哇，他后面才写出来，可惜。好，来加健的答案，三栋，五栋。中午时餐，中午时餐哦，中午时餐 A 对获胜，哦，对的，来 enjoy the food， 好，耶，他们真的松总，真的，我以为会留下来，没得分就没得吃，给我们录完这一关后吃，没有松总，没有就是没有，没有就是没有了。